富二代小姐姐要双倍价格买法拉利，她好像对我有点想法。对，姐，你这样，我跟你先介绍一下这车，它那个不用你介绍啊，这车什么样我不懂吗？它好霸道啊！那什么，我多嘴了，怪我，怪我，怪我！我踩脚是吗？哎，别，姐，干啥呀？车我要了，踩脚不行啊？就是你这一脚，我这一年工资没了。你一年工资多少？啊，我这一个月好不好吧，也五六千块钱呢。五六千呢？嗯，是。我给你加个零，给你五万，一个月。你过来给我当司机。别开我玩笑了，姐。我开你玩笑，我好几百万车开你玩笑。真的正经事儿，车钥匙给你。犯不上吧？犯不上，犯不上。你姐，要不你那什么，你也别逗我了，我岁数小，你要不那个，我给你换一个销售呢？你零零后啊。有种不好的预感、啊、不换就你了，不换就你，有点危险、啊、得想个办法。那我得跟我经理商量商量。你就商量吧、啊、然后你就今天就刷卡吗？今天刷卡马上来啊。行，那等我、哎、等会儿啊。姐有一个小需求。完了，他直说了啊。什么需求？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不是吧，会按摩吗？不行，我万一不卖身，这出来就挣点钱，你犯不上，犯不上。你这里我不行，给你换个人吧，你等我啊。我给你出十，一个月十万。啊？啊，这么现实？不是，我没听清，怎么的姐？什么十万？一个月从五万给你涨到十万，过来给我当司机，车给你开。就。你买这车几百万，然后你还给我十万，我给你开车。对，我几百万买个开心，就让你开。你图啥呀？我图让你开心啊，我也开心，你开心我就开心。哦，不是，你们有钱人的世界这么简单吗？你别管干不干，干的话，现在咱俩下车刷卡，车给你。